今天通过YE的视频给大家拜个年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哎，这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啊。我们现在很好啊，不用惦记。以后就没我了啊，就是自媒体这一行，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我要证明阿花不是一只工具狗，阿花不是一只工具狗。然后会记录花朵的成长，一天一天的好起来，是吧？送给大家一支小曲子。送给大家一支小曲子。